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在米兰的这个美术馆，做我的这个展览，也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做一个 performance。我这个作品的开始是从2005年，在中国的我的当时的艺术区叫索家村艺术区，当时我的工作室被政府拆了以后，我用这种方式呢，去表达一种抗议，引起一种对。就是去社会对艺术家的一种状态的一种关注啊，之后呢，我又做了好多对人类社会甚至说整个人类文明有关的一些作品。其实我又想在作品里边把这种人所创造的东西跟人本身的这种矛盾啊，相互影响、相互这种消融的这种关系表达出，在我作品里边表达出来。我其实也一直在做一些新的尝试啊。在2013年，我开始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的作品。我第一个尝试叫 Council Village，这样的。当时在中国的这些很快的发展步骤里边，有很多的农村啊，因为当地的化工厂的原因啊，有很多人的这种自然死亡率。就提高了，所以说我就邀请他们来参与我的作品。从那以后，我就有了好多要求就拍了很多作品吧，邀请更多的人来参与我的作品。但这次还是非常高兴能在这儿用一种 Hide in the City 的方式，自己和这种说人类一些史前文明，甚至说非常早的一些文明，一些文化的一些遗迹做一个作品。就是能把我的这些作品里的主旨、这个主题，更往这个历史之前提进一步吧，能把我的这个作品能够更深化一下。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在后面看到这个背景里面有来自像拉丁美洲、非洲甚至亚洲的一些很典型的一些文化遗迹这都是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文物这就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作品，也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整个美术馆的邀请，也感谢包括萨这个画廊做了所有的工作，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我整个这个作品的一个支持，感谢。Much gracias。